嗨，时差来了，今天去勾引那个风骚的城堡主，先跑去勾引勾引他，学他风骚的姿势。嗨，你看我美吗？要不要和我一起去谈恋爱呀？夸他帅，讨好他，让他对你有好感。好了，我现在带他一起去泡澡，这发型也是挺别致的，没想到连走路的姿势也骚里骚气的，真是与众不同。对了，跟他一起泡温泉，看见没，他脸红了，我要让他彻底爱上我，给他吃爱情药水，已经吃下了，等要发作。哎呀，吼吼吼，嘿嘿嘿，一切都在不言中，他现在已经完完全全的爱上我，勾引成功，带他去下面玩游戏，来个公主抱，因为他现在已经完完全全离不开我了。也不过如此吗？这个风骚的男人，带他下去一起玩游戏，向他发起 battle， 看他有多么骚的骚气。哎呀哎呀，羞羞羞，一代城堡主只会骚里骚气跳小舞，让他也见识一下我的舞蹈。他又发功了，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出，比不过比不过，不愧是最骚的骚气的城堡主，输了输了，带他一起睡觉算了，真的是睡觉时都这么骚气。记得关注时差不迷路啊，走时也点个关注吧。